洲际浪寒，寒光闪烁，哦，清风在，英雄踏歌纷至来。情义二字自古难全，战我分明笑对苍天，顾惜昭若是捕杀了七少商，愿将功劳归于黄大人，绝不敢贪天之功啊。晚了。莫非黄大人已经向相爷报了？报了。在打你棍子的时候，我已经飞书给相爷，讲了你未战先报功的事。哼，做了太监再求子，晚了。顾惜昭，你干什么？我给傅丞相写书请罪。你写什么？你请的罪我在飞书里都写了。我写请相爷恩准，红衣与郎将为六品武将，不能和探花相称，要封顾惜昭就封四品紫衣虎贲将，再领百万两银子，再许顾惜昭特权，可以命令黄大人的金戈铁马，可随时号召军政官府相助。哼！你这是请罪，否则顾惜昭不能再办相爷交代的事，请相爷另派他人办事。哎，这人疯了。疯子，看你怎么死。让他去。让相爷下令杀他更好。这几个叫什么乱的，出言忤逆，怎么处置？老冷做过刑部执鞭人，你执鞭，所有鞭刑由你包办。哟，谢黄大人，我
非常乐意。回皇大人，这几个无风起乱的黄毛小子后悔了，说早知道是京城的行军都统枢密副使黄金陵大人，他们哪敢冒犯半句，说不用我鞭打他们，他们自己打自己。呸，愣货，你这粘在姓黄屁股后面的东西胡说什么呢？大人，外面风大，竟是土，走进屋休息。算了，那我还能真打呀？啊，那你还不快去陪你的蟹壳黄大人，要给我们相面吗？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！看在顾公子的面子上，不与你们几个狮子头计较。喝口酒，大人呢，暖暖身子啊。黄大人，有件事我不明白，这顾惜昭什么来头？一个街边打把式卖艺的，他怎么能够攀上相爷？是啊，他一臭卖艺的，他怎么就能够这？别问了，相爷不让对外人讲。哦，你们早晚会知道。总之呢。他有个好夫人，猴子戴上官帽子还是猴子。那是。现在他的笑话传遍了京城，眼下又未战先报功，说不定在京城又添了酒后的笑话。你看什么？你听说人过去都有条尾巴，我不相信，这回我看到了，人确实会像狗一样摇尾巴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在黄大人面前，若问我姓什么，我都不记得了，都是狗养的，又怎么样？黄大人，您这一路远途劳顿，还真得好好歇息啊！您躺下，我给你捏捏。躺下。我们这山顶上。清风送爽，不冷不热的，您好好歇着。可不是，黄大人从京城到这草莽地方，可把您累坏了。顾惜昭，黄大人一路奔波劳顿，你就让他歇一会儿啊，好好歇会儿行吗？啊，你这还不出去你？行了，你们下去吧。好，走，告退。告退啊。顾惜昭，我是看在婉晴的面上，你不要以为我是故意害你。我是婉晴的表哥，也是你的舅哥，好歹是一家人，不能看着你不进取功名。我给你立军令状，是激励你。黄大人，你在到连云寨的半途中，等忽儿鲜于仇就早早地将七少商逃脱的事秘密告诉了你，你到我面前依旧照本宣科，读相爷的嘉奖令，一番作息。你不是在我挨棍子的时候报的相爷，是在一接到冷忽儿鲜于仇密报就报给了相爷，对不对？不错。把我毁掉，你可以取而代之，为相爷办杀七少商的事，你咎由自取。黄金林，你这么做是因为傅婉晴吗？我就是看不上你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京城传遍了你的笑话。什么笑话？你靠着婉晴登堂入室，还没有功名就急急地乘坐五品以上官员乘坐的公车，被御林军赶下车去，这事在
京城传遍了。你看看你身上的衣裳，一身粗布衣裳就上了公车，能不被赶下车去？谁知道你是什么人，给咱们相爷家丢人？你就不能换件光鲜的衣袍？我还没有俸禄，没有钱。我看你是一番做作，再如何，婉晴是能够给你买件新袍子的。我把钱留给他，研磨药物，治病救人。他收治了一些没钱没住处的老弱病人。要吃饭，要抓药，钱很紧。你的兵器呢？堂堂武官没有像样的兵器，成天背着一个破包袱，跟个要饭的有什么区别？老冷，我好像隐约听着有鬼哭狼嚎的声音啊。我也觉得不对头，这秋老虎的天气却莫名的冷。哎，是顾西少有杀气。鬼哭小府，喂，我不敢想啊，难道顾西昭要杀黄金陵大人？他要想出人头地，早晚会除了圣爷身边的这个真命亲信。不过顾西昭只知道黄金陵是相爷的亲信，还不知道他是相爷的私生子呢。相爷对黄大人宠爱如命，要是顾西昭真下手，咱们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。这是我的大帐，我现在是连云寨新大当家，黄大人的行营已经派人准备好了，冷忽儿和鲜鱼将军会领大人去休息。这个刚刚杀过人，就怕被杀的人冤魂未散，让血腥气惊扰了大人的好梦。我就在这里，你能杀了我？你干什么呀你？疯了你！大人，大人，副丞相的飞书命令到。相爷不怪罪你为杀七少商先报功，反倒夸赞你英武豪迈，有气魄，让你继续办事。他等着你把七少商的佩剑带给他。怪了，难不成相爷这么快就接到了你让黑鹰威风带的飞书？不可能，相爷在飞书里也没有提到你的要求。相爷为了鼓励你，免除你担心他怪罪，说做红衣羽郎将委屈了你，待你把事情办成以后，他晋级封你为做四品锦衣虎贲将。正和你想到了一起，你是因祸得福啊。谢相爷。顾西昭今后一定对相爷肝脑涂地，以命相报。还有，相爷说你的夫人已经上路看你来了。你别没顾惜招，相爷这份嘉奖也是把你送上了绝路，绝无回旋了。你想明白了，你再杀不了七少商，相爷会怎么对待你？生路已经给过你，剩下的是死路一条了。顾公子，我真为你后怕呀。你差点惹下塌天大祸呀你。
老八，刚才你妈大当家的话我都听到了，大当家不是汉奸，你明白吗？洪宝剑，你是不是怕他？你不用怕，我在这儿呢。他现在中毒受伤了，他打不过我。老八，我和老二哥、老四、老五、老六、老七都不相信大当家是汉奸，而且为了这一个不相信，他们都豁出命去了，怎么就你一个人相信呢？我告诉你，大当家他不是汉奸，不是汉奸。老二哥、老四他们是被顾惜昭杀害的，你明白吗？穆九平向您赔罪了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吧。你说的要是错了，就砍下自己的头，可不是打你啊。是，我是说了，大当家的，以后再砍吧。现在砍不行吗？大当家的，你现在和洪宝姐都受了伤，我要是死了，谁保护你们？站住！谁让你动了？你干什么？大当家，我是老二哥，像五哥、六哥和小梦他们，现在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。大当家的，找些水和吃的来，我饥渴得很。嗯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老爸他走了，我怕他又生事。兄弟们都不在了，他想哭就让他出去哭吧，要不然会憋坏了心胸的。大当家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他跟我们一样，刚从边关的战场上下来。他说过，不让我知道他是谁，是因为不能说，因为他身负着天大的事。他嘱咐我，让我到齐亭酒肆去等他。他回来找我，托付我一件事。他是不是就是大汉奸李陵？他为什么要赠我逆水寒剑？可是他不像汉奸。我也认错了顾惜昭。那天大的事情究竟是什么？连云寨突变，我被指认是汉奸通辽造反，肯定跟这事有关联的。他还说过，如果他没有来齐亭酒肆找我的话，就让我去青田镇神威镖局找高风亮。需要经过雷家庄。远哥，这是红雷给你的。他不要就扔了，还拿回来干什么？远哥，我不知道红雷是你的。现在你知道了，所以你要学。
你是要西红泪，还是要雷家庄？我要西红泪。这碗面给你送行。七少商，霹雳堂请你吃面，你把面吃了，却把碗砸了。不能去，雷家庄一直就跟咱们连云寨结怨。雷家庄那些人一直在找你寻仇。就是龙潭虎穴，也要闯。连云寨的这场劫难，都是因了这把逆水寒剑的主人而起。只有找到高风亮，找到李陵，才能知道什么是天大的事，才能为连云寨洗清罪名，才能为我们死去的兄弟报仇。大当家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先养好伤，恢复真气和功力，再去查访也不迟啊。况且现在顾惜昭和朝廷供拉得满，鼓敲得急，等风头过去更好。老八，郑前锋，火！痛快，痛快，痛快！老八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哦，我刚才回了趟连云寨，偷偷放了把火。你们看，烧得多痛快啊！痛快！哦，红袍姐，我给你摘了两个西瓜，解解渴吧。大当家的，我鬼迷心窍，不相信你，还差点害死你。你还要我吗？爱之深，言之苛，我不会怪你。你深爱咱们连云寨，是逢如此巨变，任凭你平时多么敬重我，也毫不容情。我还要夸你呢，这样的兄弟不要，我还要哪样的兄弟？好，大当家的，我会改的，我不会再犯傻了。你一直说你会改，你什么时候改过啊？这次我真改。大当家的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我会不一样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真的会不一样的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我找了辆马车，咱们打算去哪里？穿过雷家庄，去省委镖局。哦。逆风千里乱云飞，水涌孤舟济浪寒，寒光。闪烁，哦，清风赞，英雄踏歌分之狼。要不是红袍姐让我在大寨外的胡尾溪旁等着，我还真没好好看过咱们连云寨。咱们连云寨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只要再说咱们连云寨没景致，我打他嘴巴。一上一上又一上，一上上到高山上，举头红日连云起，四海五湖全遗忘。连云寨，我还会回来吗？报恩儿今生不后悔，举杯就喝他三百杯。报恩儿今生不后悔，举杯就喝他三百杯。马昆仑要翻沧海。
们雷家庄是龙潭虎穴，我们大当家的只当是海市蜃楼的幻景，百花齐放的画。你还是现在就杀了我吧，你这么轻视雷家庄，我们只有一死。哦，我不说了。大当家，我要睡了。戚少商他们已经进入雷家庄地界了。还是热的，看来戚少商真的赶来咱们雷家庄。走。前面那两个年轻人是什么人？是雷门弟子，雷腾、雷炮。雷腾人长得漂亮，江湖人称雷吕布。雷炮老实，不会说谎话，江湖人称出家人，因为出家人后半句是不打诳语。雷腾、雷炮是雷卷的亲弟弟。听琴，雷下书，雷二十八修，雷官方嚷嚷，雷斗方，雷圣人堂，雷楼上。沈边儿见过顾大寨主。你们雷家庄霹雳堂声名赫赫的八大弟子怎么都改名字了？自从戚少商离开霹雳堂去到了连云寨，和七大寨主威风得很，比我们雷门的名号响，所以我们就把名号给改了。你们雷堂主呢？雷堂主，有何贵干呢？我今天来雷家庄，是来送雷二侠、雷三侠他们回家的。顾西昭，戚少商进了雷家庄，就是霹雳堂的。霹雳堂不想让别人杀了他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
是七少商吗？兵器是剑，剑很快。老二和老三他们几乎没怎么还手。方圆百里，除了七少商，恐怕还没那么快的剑。这两口棺材就放在这儿，不杀七少商，不许收敛了他们。杀不了七少商，我进去。把他们先收了，再打口棺材。留给七少商。打七少商。这儿，大当家的，这儿离螃蟹河不远了。这儿，这儿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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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被犬欺，干个车也让个娘们笑话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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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，车赶得不错啊，怎么不赶了？人家只是想问你怎么让马停下来，我不会停车。小玉，见车超车，好不快活，却不知道怎么停车，被你害死了。婉清姐姐，马跑了怎么办啊？你当马喽。啊。老八，把咱们的马给他们。姑娘，这匹马，你脸怎么了？美人痣不会这么多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是上火了，火气太大，一定要多喝水。让我看看。看什么看呢？你没有长过水痘啊？哦，是水痘啊。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啊，对了，姑娘，看你们挺可怜的，把这匹马送给你们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一匹打过仗的战马啊，它听得懂人话的。不要使劲赶他，要夸他，要跟他说你跑得真好，跑得真好。然后你吃饭的时候要先给他吃，喝水的时候要先给他喝，这样呢他就能听你们的，知道吗？哦，对了，多喝水啊。这儿，好了，哎。我刚才教你停车，你学会了吧？嗯。小心点啊，
还有多远啊？还有一箭之地。哎，那你们还要往前走啊？你们不知道吗？雷家庄方圆百里是不许马车进入的，如果进去了，地主会被扣下。哦，你们没遇到来盘查的霹雳堂的人。霹雳堂你们知道吗？是这儿的黑道。我和姐姐就遇上了，盘查了我们好长时间，他们见我们是女子才放的。这样我们也得去。驾驾驾驾驾。怎么才能避开霹雳堂盘查的人？要不要绕开雷家庄去省卫镖局啊？绕开雷家庄就要走碎云渊，咱们再也不能受攻击了。我知道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，我们只有活着才能报仇。我想想，是穿越雷家庄，还是绕道走碎云渊？可是现在这两处都一心想要杀我。过了这道山梁，就是螃蟹河的上游。过了螃蟹河的上游，就进了雷家庄了。驾驾驾。大当家的，螃蟹河就要到了。停车。大当家的，你说这儿有条大河，河在哪儿啊？前面就是螃蟹河。就这儿啊？嗯。初到雷家庄的时候，每年入冬，我都和东雷阵阵雷卷在这个潮湿的麦地里面抓大雁。河没了都不知道。
是伤是痛是怨。既然这样，咱们从今天开始割袍断义，划地绝交。红宝姐，大当家他怎么散起步来了？顾西昭的狗腿子们还在找我们呢。走雷家庄，不绕碎云院。好，就走雷家庄。这辆车不能再坐了。老八，把马杀了，扔到山崖下去。杀了？雷家庄和顾西昭都在打马车的主意，寻找大当家，咱们不能留下蛛丝马迹啊。算了，你把马给我留下吧。哎，大当家，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伤太重，我不能再走路了。我先找一个地方运功疗伤，等我伤好了就去找你们。也好，自己小心。嗯。大当家，这烟杆和荷包是钩子生前给我留下的，是他表妹死前给他留的，他托付我交给你，请你帮他送到他表妹的坟上去。嗯。要想帮钩子完成这个心愿，大当家依旧得活着。就是死，死以前也要帮老四完成心愿。不许说死，咱们山寨的规矩，不能说死字。红袍太显眼了，我想和大当家换一下身上的袍子，以便于隐蔽。你们拿着它去雁门关，那儿有一个客栈，能管你们吃饭喝水，想吃什么都行。他们要追来了。咱们走吧。老八，记着我的话，脑袋掉了算什么？把你保护好大当家。嗯。一生一世。知道了，红宝姐。咱们还是一起走吧，我可以背你的。来。不用了，老八。我的伤在心口。哦。你们快走吧。那我们走了。走了，红宝姐。回头看看我吧，从今以后再想看我恐怕难上加难。多保重。老八。嗯。我还要托付你一件事，在咱们乌鸦岭废屋边还有半片墙没有倒，上面是老六给大当家画的像，你把他送到碎云渊去，告诉西红磊，大当家心里只有他，他的心里只有江湖第一美女碎云渊毁诺成的西红磊。嗯。不要只想着帮助大当家报仇雪冤，还要成全他和西红磊。知道了。把我的话刻在心上。保重，红宝姐。
是伤，是痛，是怨。